界料理之王的总冠军，总冠军是，恭喜守红，恭喜守红。我们家其实是我爷爷那时候他们就开面包店，一直到现在大概已经50几年的历史了。本来想要叫他说，哎，高中毕业回来回来做面包了，结果他就一头栽进，也是关于吃的行业里面呢。我叫陈守红，我来自台中。那我现在是在一些餐饮活动，或者是厨艺讲师，然后跟师厨。其实料理应该是人跟人之间的分享。你要把你脑袋里面的味道把它煮出来，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嗨，你好。嗨，我来吃。你要做什么料理啊？它算是蜂蜜的那一种蜂蜜鲑鱼，但是我再加一点那个东南亚的元素进去，让它有点酸酸辣辣的。鲑鱼最重要，除了它的皮之外，就是它的油脂香。油脂，那怎么样让那个腥味不有那么出来？对，然后所以它的配置上面，其实酱汁啊跟搭配上面其实非常重要。其实他们传统的就是用哈尼、柠檬，然后下去微煮鲑鱼而已。那我会再加上一点四拉叉酱、跟咖喱粉、跟红椒粉，再做它一个香料上面的层次。那最后面再放入一些田螺肉去增加它的香气。反而我蛮欣赏第三个他的手法，他非常的稳。三号老师，现在会有点呛哦，有点呛。好，对啊，我觉得你现在所作所为都很呛，因为他动作真的太从容了。对啊，我蛮欣赏他的。真的很呛耶，这你叫什么？四拉叉辣椒酱 ，Sriracha。Sriracha， 对啊 ，Sriracha 的酱。哦，真的很呛哎，有一点甜味，但是也有一种香 ，yes， 而且它的那种后味会比较强一点。那我的辣酱的话，主要是让辣椒去发酵，带出它的另外一种的那种鲜味。它不咸，但是它就是会帮食物跟料理去做加分。他选择这个辣酱，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它的辣味跟味道不会强调，强调对。85，这边看起来已经98%了。哎，这个是培根。下培根已经是最后了，对不对？那我要做 garnish， 我要先用培根去把它炒出它的油脂，然后金黄色以后，再跟薏仁还有芥蓝菜一起下去。哦，你真的很从容不迫哎，老师。目前好像都很可以哈。可以。可以。哪里可以吃得到你的私厨啊？你家厨房啊？我家厨哦，可以直接找你来。我是都去人家家里面煮的，没有什么限制。哎，好香哦！他已经在 taste 它的那个 garnish 的味道了。对，因为我 garnish 我没有把它用很重的味道，我带一点奶油香气跟芥蓝本身的苦味去搭配酸甜酸辣的那种辣酱跟鲑鱼的鲜味。它的看起来好像最简单，但是它用的鲑鱼要注意看，它是用的是最完整的鲑鱼。对，它没有变形。最后30秒。倒数10秒，10 9 8 7 6 5 4 3 2 1，请导师试吃。这道菜的话是酱烧鲑鱼，那上面的部分会比较重，那我没有过多的调味，咸度来自于培根，那有一点淡淡的苦味来自于芥蓝菜，然后去做一个上下的一个 balance。你搭配这些食材在店的底下是很有技巧的，因为薏仁米就是有它自己的口感 ，right？ 所以吃的时候有一点 crumbly。薏仁本身的味道是很 mild， 所以搭上 bacon 是很 make sense。在这三道里面，你的酱汁是有触动到我的，那只是可惜，我觉得薏仁好像没有熟哦。对 ，Fred 拿到的鱼排没有熟，没有熟。对，我在这边有一点失误，然后跟最后面余温没有算到那么精准。如果说我在前面再煮个30秒，那余温进去到中心的话，其实应该是 OK 的。我给3号，3号恭喜获得一票。艾江，嗨，请问你的选择是？
我也是三号。三号，恭喜获得两票，已经顺利确定晋级。接下来还有最后一票 ，Fred。我也选三号。恭喜三号选手可以来这边领我们的围裙，恭喜你！在过程当中，其实看起来很从容，但是其实有点小紧张啊。不过晋级，还是谢谢。对啊，其实我要用红酒来去做炖梨啦，然后用火腿带一点肉的香气，然后跟梨子去做搭配。那梨子我现在是用柠檬汁跟糖还有八角去做隔水的炖煮，就是用最传统的水压让它把空气排出来。哦，对，倒数十秒，时间到，都是高阶梨的作品，请停手。其实这一道的话，我是从红酒开始，有一些新香料，然后辣度慢慢带入进去，然后搭配到水梨会有一点酸酸甜甜的。那上面的话是会有那个培根，会带一点肉香，再搭配最后面的炸的那个芥蓝菜跟羽衣甘蓝，会带一点苦味去综合。然后旁边的话还有一个带一点奶香的起司去做一个调和，这样子。我觉得你用的不同的食材的处理的方式，有 actually 出来一些比较硬的口感，菜炸过的也是嚼嚼嚼有扎实的这种感觉，the flavor 好像没有一样是特别跳出来的，我有点没快吃懂这道料理。演员老师，我选守红，守红老师一票，两位目前听牌。Fred 还是爱讲先呢？你要压轴吗？你确定？不要了，我先好了。好，我也是这样想，所以刚才先说呢。好，真的爱讲。我选择是三号选手小红，守红又获得第二票，目前确定晋级。为什么是你？所以我们要 PK 吗？制作单位好像是说我们要合作。双人合作赛，这次的主题是炒米粉跟羹。怎么样？还不错，还不错。我觉得这次的味道有75%的。75%，75%。今天练习，其实我觉得是你要先知道这两个味道在哪边。好。开始吗？不是，我们都要到这边来吗？就是看你们要怎么分配啊。好。鱼可以下了。切辣椒片也好看。你下次南瓜不要这样切了，然后记得要留葱哦。好。好，现在问一下这边好了，米粉炒啊，炒米粉跟羹汤，守红你们想要怎么分工，怎么合作？其实我们现在一开始的话，应该是我负责蔬菜，然后张姐帮我负责海鲜，毕竟基隆靠海嘛，一定对海鲜很熟的啊。对啊，就交给他了。我们两个在荧幕上可能都西餐嘛，对，那他可能会想要看我们做更传统一点的东西，所以我们是用了金瓜米粉，然后还有鱼头米粉的变异层，把它变成鱼羹。羹这个味道目前是很少餐厅会出现的这种做法。所以你第一步骤你就要开始做，我要先做鱼汤的部分。鱼汤，对。那张姐，你现在处理鱼是鱼汤的基底，用的是鲈鱼。鲈鱼。
五分钟到了，请换手。哎，我的老天！change 哦。好，请继续切肉。然后现在换张杰来到了舒适区。手红，你在弄什么？我在把鱼骨炸到金黄，葱也是炸到金黄色的，为了要炼出它的浓白色的鱼汤，让它味道是更浓郁的，所以我们要先用油炸的方式。哦，这个方法非常聪明，你的高汤里面会有更香的味道在里面，然后加上鱼经过炸之后，其实会带一点点类沙茶的感觉，那它今天会符合它做羹汤的主题。现在进度如何？进度其实这边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快了。因为其实炒米粉最重要，它只有大概只要几分钟的时间就好了，它才是会最好吃的口感跟味道。手红米粉现在最后两分半的时候给它起来了，加的这个是醋，醋，要一个起锅醋。嗯，我这卷面难哦。嗯，哦，厉害厉害。哇，这个卷的也太漂亮了吧！最后手红在炙烧你的金瓜。对，因为我想要让它搭配小卷有一种炭香的味道。哦。我们的米粉呢是用金瓜、樱花虾去搭配，金瓜的柔软，樱花虾的脆度，然后还有再配上我们的炭烧的小卷，吃起来是有点酸、有点甜的感觉，淋的是有点油醋的概念这样子。我们的米粉呢、可以留一部分，然后可以跟我们的羹汤一起混着一起吃。对，你看他们好像真的很喜欢你的米粉哎，我夹啊。手红呢，他这一组他其实他把米粉的香气啊跟那个咸香感其实都表现出来，那原本我会担心说他会不融合在一起，但是反而不会，你越嚼他的米粉的香气跟那个樱花香的脆度，然后还有一带一点点的炙烧在里面，其实很香，但是金瓜米粉一定要搓浆，它才会融入到那个酱汁里面，吃起来的甜度才是最好。你们的这个东西呢，首先在香气上面是取胜的，对，然后在视觉上面也绝对是取胜的，因为你看得到每个食材的层次。最后有一个动作，其实我看了我非常开心，就是你讲那个起锅醋，它看似很简单，我只是在起锅前淋一点醋，赶快起来，但事实上那个步骤是非常重要，因为它调和了所有的味道。做这个羹汤的话，其实我会想到的是小时候家里都会煮的乌鱼米粉，或者是再到鱼头米粉的概念，其实它的咸度来自于鱼露，然后盐巴、白胡椒，那如果米粉还有剩的话，我们可以也把它放进去一起吃，而且我们刚炒米粉的高汤呢也是使用这个鱼汤，所以它是有连结的，而且有麻油啊、姜啊，这种在有点冷的天气里面会很温暖。这边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你的口味有点点重，加上你刚刚说加的米粉，米粉本身的咸度也是有的，像加上它的油脂，所以这个吃起来虽然你的汤头吃起来是清甜的，但是到后面反而会带一点点负担，一点对负担在里面。然后男生组这边，我比如说你们其实很让我惊艳，但惊艳的同时我也有一点点失望，因为为什么？你的东西的攻击性太强了，对，然后你可能你的出发点的想说是要去刺激我的味觉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道菜恰恰是要去放松人的味觉。对，你有想过你另外两组对手可能会做怎样的冬季料理？我不知道哎。那如果你对手做了麻辣锅，你有什么想法？这我也要吃，当然要辣。你是要做一道菜、两道菜？有汤有饭。一家亲。是的。分钟料理时间计时开始。因为其实这一道菜是我阿嬷教我妈妈，然后我妈妈第一次教我做的菜就是这一道菜。哦，哇，哎，有传承的感觉呢。对，那我把鸡酒跟饭变成 risotto。去做炖饭，其实它也是，我们台湾人在冬天会
煮的一个东西，那我们以前是都不加水的，就是全酒下去煮，把酒精全部连味道全部烧掉，那米酒就会转成甜的。只是三十分钟没办法做到那一个版本，但是用炖饭去呈现出它不一样的变化跟延伸。然后我用的是台湾米，台梗九号的梗米，然后不是用意大利米。守宏，你会选台梗九号米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其实炖饭的重点是我们要吃得到米心哦。是的，所以其实这要处理比较会有一点点技巧的。所以我等一下会先用麻油鸡炒好以后的高汤，我先让它泡一下有温度，让它进去之后，到在后面我再去做炖饭的时候会比较刚好，会到我们所要的是它是 Q 的米心，是不会粉粉的。哎，现在守宏这边换楼啊，他的火整个这样烧上来，你是加全酒吗？全酒，全酒，千千你的全酒来了。因为阿嬷教的麻油鸡一定要用全酒，不能加水，不能加盐巴，不能加水，不能加盐巴，全酒下去烧。有温暖吗？有，有一种我们在山上烤火的感觉。杰夫，为什么这是第一回合的比赛派出守宏？因为守宏他的料理上面，他其实非常善用把中西做融合。嗯，其实我们大家对于麻油鸡炖饭，就是大家都吃过，我们觉得好像就是那个样子。对。但等一下裁判如果吃到的话，一定会完全颠覆他对于那个麻油鸡炖饭的想法，因为我们可以三餐都吃。对，真的太好吃了。在吃麻油鸡酒的时候，我们会把它浇崩，然后这样子直接吃。我是用这个概念去发想的，然后用奶油跟 cheese 去让它整个是麻油的味道不会那么重，然后再放一点麻油蛋黄在里面拌匀，然后跟一点芥蓝菜的味道在里面。那鸡肉的话，我是先煎，然后一样是用米酒去烤，然后烤完以后，我再把它的肉汁去浓缩，做成一个乳化的一个酱汁，淋在旁边有一圈。那个其实可以把它跟饭整个是拌在一起吃的。哎，我觉得很棒哎，因为我觉得炖饭吃起来的那个麻油香气很够，然后再配上那个 cheese， 它确实有综合掉麻油太重的这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搭配的非常的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这个全酒的麻油鸡汤头，其实完全没有任何的苦味，然后我觉得香气也很棒。刚刚其实有点担心它米饭会太软，结果吃起来真的就是米心有咬得到它的口感，然后我觉得外围吃起来还是 QQ 的，我自己蛮喜欢的。当下我如果做一件事情，就一开始我直接先用水先去煮热它，煮一次先泡着，等到后面十五分钟我再加麻油鸡酒下去做，应该是来得及，是 OK 的。可我当下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又等到鸡酒滚我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也是我的疏忽啊。守宏，打开来是什么？你会觉得最不想看到的东西？其实不会，反正都选了，那就干嘛要怕他呢？哎，有道理哦。珠宝盒 PK 赛，每队派出一名选手。制作单位会在限制的食材还有配料中，我们选手要在这边完成料理。你看，他如果给你，你想一下，鳗鱼还是给你牛蛙、袋鼠呢？鳄鱼？袋鳄鱼。鳄鱼。节目组的预算这么高吗？可以做啦，因为我常帮他清冰箱。有蔬菜，有这个萝卜、高丽菜，然后洋葱、玉米，然后哦，丝木鱼肚。我要做一个酱油的奶油酱油的茄子 puree， 然后去搭配那个腌过的、煎过的丝木鱼，然后我再去做一个奶油酱汁，然后再搭配一点那个草菇。
姐夫，你怎么看守红的表现？我觉得他表现非常的稳健，然后他做那个茄子泥的时候，其实他做的那个 texture 看出来应该是蛮 smooth 的，对，应该是很不错的泥，对。而且它的鱼是用低温慢烤，所以它应该可以保留住它本身很多的油脂，还有很多的水分。嗯，对。我把茄子做成一个简单的一个酱油风味的一个 puree， 刚有再把它浓缩一点。那红萝卜是跟洋葱啊，还有一些蒜头慢慢去熬煮，煮成比较稀一点的酱汁，基底都是用酱油去带。然后红萝卜酱里面我还再切一点老姜在里面，上面搭配的菇的话，我是用两种菇，然后我去用大火把它煎焦它的表面以后，下一点盐巴跟奶油。那最后的葱花跟洋葱还有蒜头，我是用余温让它去拌炒，有香味出来而已。鱼的话，我就是简单的用米酒、白胡椒还有酱油去稍微腌制，我就放到烤箱去长时间让它去烤。那出来我再稍微用喷灯去把它带一点炭香味出来，然后跟在锅子里面再稍微煎过。守红的话呢，其实大家说那个腥味其实就是来自于你的油脂处理不好。那石目鱼的油脂没有处理好的时候，它就会腥味非常的严重。它不是说腥味，应该说它本身的味道。油味。对。那怎么样让它可以接受，就是要把它的油脂逼香。让鱼肉去吸收它的油脂之后，大家就会觉得这个石目鱼非常的好吃。三位其实都有这个问题。我们的主题今天是你们的珠宝箱，所以我的角度是来看一下，你们是把所有的食材是全部利用的是多成功，而不是光看鱼的成不成功。I think 第一个守红，我觉得你的茄子酱 is 真的非常好吃。口感也很厚，有厚度，但是也很奢侈，所以我觉得你另外一个酱其实不需要，所以你也许把红萝卜处理 ，maybe 像政委的炸过，你就可以真的是完美。这个阶段比赛越来越精彩了，欢迎两位很厉害的选手杰夫还有守红，请出场。嗨，哎呦啊，先礼后兵啊，守红对上杰夫啊。这是对手施杰夫，我们上一次军 team 的队长，很硬呢。为什么要这样子往内互打呢？我们今天的菜呢是腌制鹌鹑与葡萄，这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法国菜。嗯，在法国的乡村或是他们家庭里面都会做这道菜，用葡萄，因为法国产很多的葡萄酒嘛，所以他们用鹌鹑野味跟葡萄去做结合，那个葡萄去做成酱汁。嗯，然后鹌鹑里面呢。再塞那个馅料哦，听起来就是有一定的难度哦，而且要复刻你的味道，对，就是代表说不能有另外创意的延伸，绝对不行，很严格。好的，很严格，越接近你的，你就会把分数给他。没错，玩不起来，要切料还要去骨，根本很难啊。再多练几次应该就 OK 了，看能不能再。实现内把它完成，哇，好硬哦！天哪！这一次它的去骨的方式跟我们以前做的去骨方式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以前把鸡去骨都是从鸡胸，那他这次教我们的是从鸡背，他想要保留他的那个胸腔的部分是饱满的状态，可以啦，只是30分钟真的很赶，所以他其实你要注意的小细节比较多一点，很容易扯破它吗？对，尤其这一道菜要包，它的形状又不能破，这才是最重要的。守红呢，他就比较老练一点，他有他自己一套这种工作模式在他脑筋里面。30秒喽，守红加油，杰夫加油。20秒。加油，最后10秒。5、4、3、2、1。
谢谢两位选手胭脂鹌鹑与葡萄。旁边有一个那个我们去皮的那个葡萄，它是无籽葡萄，它可以去让整个味道是更清爽一点，甜感跟酸度也是很漂亮的。在我讲评之前，我想要给他们两个拍拍手。哇，大家都要为两位鼓掌，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他们两个，说真的，我觉得我有点残忍，但是他们还是做出来，所以我非常敬佩他们两个。我觉得他们能在时间以内做出来，然后还可以做出我想要和我希望能呈现的样子，我觉得是非常的厉害。手红呢，它的味道比较野一点，比较随性一点点，但是它还是有抓到我想要的味道和风味。对，但是它有点 wild 这样。wild。对，我很喜欢，是因为我也很喜欢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做菜啊，就是要尽情的发挥，哦，不要太墨守成规，说盐只能加几克，糖只能加几克这样，做出来的菜会没有灵魂。所以我喜欢你的做菜的风格和方式。最后听到福利老师讲的说，两个人的味道都达到他的标准内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不然就算赢了也是输。哦，所以要在后面也有不同牌子的泡面，冰箱也有东西。这泡面其实有分很多哦，那你要的是可能是手打面啦，还是有的可能是一些冬粉类的啊。好，过了30秒喽，新香料该拿的要记得拿，要记得拿面哦，这个没有拿到面就整个 all you key 喽。有虾子吗？虾子要找一下，要找一下哦。手红已经走回来了，还有20秒。最后8、7、6，张姐快出来！4、3、2、1，好的，三位已经回到料理台，那接下来让他们准备一下，之后10分钟料理时间马上就要开始了。手红还有剩20秒，就把所有的料都已经选好了。然后你选的是我个人很喜欢吃的拉面道，因为我想要它的面条是比较有层次的 Q 的，不会烂啦。因为我觉得炒泡面的重点是它不会烂。哦，你要做炒泡面？对，然后再有一点会做一个汤汁，然后把它浇淋上去。你等一下会再把它切开吗？这个肉片？会，因为我要它的肉香，然后会有炒的部分跟在汤里面的部分，有点芡汁哦，就是你最爱的那一种感觉啊。哇哦，那手红这边呢，猪肉已经煎好了，然后也切好在旁边，下了他的手打面，刚刚被熏到了。哦，你这个炒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洋葱、辣椒。哦，难怪，结果是你在烤。是我在烤。有3分钟哦。还有那个丝瓜，对，等一下都要一起黑了吗？是的。好，现在手红呢已经把它的面捞起来了，然后把它刚刚做的炒料通通都把它拌炒在一起。手红现在大火快炒。丝瓜豚肉炒泡面。我一开始是先用那个3层肉去把它猪油爆出来，以后我再去把蛋香把它炒出来，因为其实炒泡面最重要它的蛋香一定要有出现。然后我再搭配了一些它原本酱包里面的猪油，搭配比较清爽的丝瓜，一些海味的东西在里面，然后我还有放一点乌醋，提升它一点那种酸香的感觉。刚刚那真的很呛哦，你眼睛还在红。我眼睛还在红。刚十分钟里面只有一半的时间，我大概是闭着眼睛。真的假的？都在哭。切到青葱刚好比较辣。哦，辣到。啊，辛苦你了。对，谢谢你还是完成了。手红的调味非常好，谢谢。猪肉的香气也有煸出来，可是我会觉得
你是不是可以做一点点不一样的、更大胆的？像前面两个，我们会觉得他的创意非常够，对不对？但是你的话就是，哎，好吃，没有创意，对。剩一个可怜的手红，我等他很久了，等很久了。行李如仪，你还是把这个刀子抽起来了。对，象征性，象征性的。陈守宏，请出列。哎呀，该来的还是会来了，该来还是会来。对，怎么说呢？两位曾经遇过吗？我也是他小粉丝啊，他最近出了一本食谱嘛，对，跟克里斯丁。哦，对，一起出了食谱书，我还要拿书给他签。哦，所以这是一个小粉丝跟大厨师的对决，粉丝变敌人。计时开始。守宏今天选用的是月光米，是的。今天是要做什么呢？这边放了好多油，因为我要炸东西。炸东西？对，我要炸那个米饼。很传统的鱼香茄子去做延伸啦。超爱鱼香茄子。家常里面的话，我们都会吃到这道菜，一定要配白米。那我今天把白米做成两个方式，一个是炸成米饼。嗯。传统鱼香茄子是皮下去炸，吃起来会有点卡。卡卡的，那我把它做成皮瑞，然后跟白米拌在一起，然后用米去代替茄子的口感，然后再做个鱼香酱淋上去。嗯，最重要米要熟就好了，米有熟，其他都没有太大问题。有人不喜欢吃香菜的吗？各位老师们，没有，没有，你们都吃香菜吗？吃，吃，都吃。谢老师。现在在锅里又有完全不一样的样貌了，茄子在那里了，在哦，这是一个全新的，然后你的皮瑞已经坐在这边了，因为我茄子把它切比较细，嗯，然后让它下去很快的吸收它的酱汁，嗯，对，我现在加的这是那个伯爵红茶，我把伯爵红茶跟米拌在一起，会凸显它的米香的风味哦。哎，你为什么不泡之后？你这样直接加进去不会影响口感吗？因为我等一下米饼要炸，所以我不要让它太湿，也不要让它上色。OK。它不会散掉吗？它如果有压得很紧紧实的话就不会，压得很紧。嗯，好可爱哦 ，They're dancing， 很疗愈。因为其实鱼香茄子在大陆那边不是用豆瓣酱，他们是用泡椒跟辣椒。然后我的做法是因为鱼香茄子最重要它的鲜度，然后咸跟醋的味道要有，所以我是用了干贝酱跟辣椒酱。进入到最后50秒，好烫哦！这个米饼是这样一口一口的，哦，最后20秒，性感的滑蛋虾饭对上鱼香茄子鱼米，3秒、2秒、1秒。感谢守宏，感谢汉克，请离手。今天我是用月光米，因为它的粘度会比较高，比较适合在按压的时候让它可以比较能够粘在一起去炸成饼。那下面的话，我是用伯爵红茶，然后跟白米去做成米饼，上面是茄子泥加白饭跟鱼香茄子酱。那最上面的话，葱丝跟辣椒丝还有香菜是去平衡它整个味道的。那守宏的部分呢，其实刚刚我们讲那个米饼，其实香气的部分就是我最担心的，因为其实有时候茶叶其实是需要用水热水。
去把它的香气可以提升出来，但是因为你没有做到这个，但你用油的温度有可能可以，但是我觉得你的下手不够重，所以它的香气不见了。虽然我觉得你的茄子的puree没有做到很突出，但是我觉得你把米这个东西用两种不同的口感结合在一起，配合很传统的鱼香茄子，我觉得你这个创意料理是非常成功的。谢谢老师，所以我也非常喜欢。我今天要做的是稻熏牛排。稻熏的话，其实在日本料理会比较常用到。那我把它融入到牛肉里面，然后去搭配一些比较亚洲风味的酱油的 sauce。其实传统我们在台湾吃牛排都是吃黑胡椒酱嘛，对不对？对，那我把黑胡椒换成绿胡椒，做成是一个奶油酱汁，再搭配一个姜味的萝卜泥，在牛排上面熏完以后，我会放细香葱、虾夷葱，然后一些新鲜的新香料这样子。然后再炸一点姜酥在上面。你为什么是选红萝卜，而不是像南瓜或是其他的？因为其实红萝卜它，你把它甜度煮到出来以后，它的味道是非常的鲜甜，然后跟南瓜那种比较沉重的甜度是不太一样的。那我想要它是比较温润的一道菜。So，你今天用牛肉是哪一个国家的什么等级的？澳洲股市啊。澳洲股市这样蛮适合的，因为澳洲的股市的肉味会比较重一点，对，所以它如果用 你说是美国牛有问题吗？没有，有美国牛，因为如果是股市，它的油脂含量比较高，肉质比较软，所以每个国家的不同种养的这种方式品种都其实会影响到味道。那手红，你的上面牛肉上面放了什么香料？我放蒜头跟百里香，然后跟很多的奶油，去煎出它的那个榛果的香气。所以谢谢你今天做的是健康食品。对对。然后你看一下手红的切法，其实比较是餐厅式的，在家里 maybe 你做的时候你会切薄片，但是这样子你保留它的肉的厚度，你到时候吃的时候自己再切，你可以真的是品尝到完美的一个更 juicy。 对啊，手红的是恐怖烧还是昆布盐？ OK， 恐怖，它会带出那种海的那种鲜甜感。然后我在现在放的是一个比较味道比较清爽的葱，叫虾夷葱。然后我还有带一点那个 Sharo 的那种红葱碎的那种新鲜的味道也很棒。我的牛肉来讲的话，上面会有姜酥、细香葱、昆布盐，然后红葱碎，然后把它跟牛肉去搭配，然后再搭上稻熏的味道。旁边那个绿胡椒酱汁，它是还有加上煎鱼酱油、南瓜籽油在里面的。然后旁边是红萝卜泥。这一整道菜的话，都是用柴鱼酱油去贯穿整个味道，然后去让它整个融合在一起。那手红的话呢，你的火候拿捏得很好，你的酱汁的搭配跟它的甜度，还有带一点点苦味，而且你用稻香去熏它，微微的，并不会到把牛肉的味道抢走。那我蛮喜欢的，谢老师。手红这边这个肉的这个火候拿捏得很好，我觉得口感很好，然后稻香的这个熏味我很喜欢，很不错。60分钟计时开始。手红这次刚刚好像说你要做的年菜是融合了新加坡风味，然后还有意大利菜，对，那但是其实都是用我们家年菜会出现的食材去呈现。跟过新加坡的师傅，然后也做过意大利菜跟法国餐，用我学的料理技术去把它重新诠释，想要表达给我对我家人他们的回馈，跟我在这条路上所学到的东西与他们分享。对。这是我要做南瓜浓汤的，我用南瓜跟红萝卜下去，然后比较特别的是这道汤我还有再加了长年菜，就是有点金玉满堂、长命百岁取这个意思。
守宏，我可以问一下，所以你的料理今天有包含到意大利菜，还有新加坡，然后你熟悉的元素，但是你是怎么样结合这个好像地点很不一样的两个料理呢？第一道的话其实是捞鱼生，那我是把鱼生变成一个冷盘沙拉的概念，然后只是我今天的鱼我是把它改成干贝，然后做一个姜汁味淋的油醋去搭配上它。然后第二道的话，我们家过年一定会有炸丸子，那我是用鸡肉去加辣椒，其实我会以辣椒来呈现两道的部分。那我们家其实也都是吃微辣这样子，那我是想做一点辣辣甜甜的感觉。从这个是等一下会在你沙拉里面出现的？不会。哦，那它是什么的东西？它是那个我会放在意大利的水煮鱼里面。那只是水煮鱼里面的话，我会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改变，因为在意大利菜水煮鱼它里面会放了橄榄、酸豆，然后提鱼这些腌制物的。新加坡主厨教我，他其实很喜欢用亚洲的食材去做西餐。那我加了雪里红，然后来代替橄榄的那个风味，还有腌制的味道。带一点苦味，然后跟酸还有酒去做一个平衡。守宏这边先把鱼上色嘛，煎起来，煎起来上色。你在这个料理机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啊？鸡软骨、鸡胸、鸡腿肉这些的。嗯，然后还有辣椒酱跟玉米粉、玉米粉还有酱油。那我要做一个鸡肉丸子。OK， 对。时间过了30分钟喽，已经去掉一半的时间了。现在守宏正在做你的那个，对不对？鸡肉丸子。对，那我是塑形，你是做长条的？对，因为它会有点像日式烧烤的时候会有那个柚香鸡肉丸。这次改的不是柚香，我把它换成是辣椒。对，然后我下去用炸的。然后这个时候守宏的金瓜浓汤也好了，这里面是守宏的意大利水煮鱼。对，那我选择是用烤的方式去呈现它。嗯，因为烤它会多带一点那种火的那种香气，跟炖煮的时候是不太一样。是。守宏，那个丸子外面是裹的是什么东西？玉米粉。玉米粉 ，OK。对，因为玉米粉它的酥脆度跟面粉那些都不太一样，它会比较干一点。进入到最后10分钟，此时守宏的炸鸡肉丸子也好喽。守宏那上面的绿色碎碎的是夏邑葱吗？对，夏邑葱。哇哇，漂亮！守宏的虾子来了。盛盘，3分钟。3分钟。好，现在把料铺在鱼上面。最后60秒，加油，加油！哇！30秒。加油，最后20秒，专注。最后的检查10秒，8 7 6 5 4 3 2 1，守宏还有杰夫的年菜完成了，辛苦了，掌声鼓励，谢谢。
第一道菜的话其实是捞鱼生，那在新加坡的话他们会在吃的时候是很大盘，然后会一直去把它往上捞，然后会边捞的时候边说一些吉祥话。它旁边的话是绿卷的嫩生菜，然后还有一些生干贝，姜味甜甜的，然后一点酱油的感觉。第二道菜的话就是鸡肉丸子，那就是取一个圆圆满满、团团圆圆的料理，然后上面的酱的话就有点酸香酸香的那种美乃滋辣椒的那种感觉。第三道菜的话就是新加坡辣椒虾，但我把它改成粉丝煲，吃起来会有点番茄的香气啊，酸酸甜甜的。最重要是上面的那个蛋，它是要在很滑嫩的状态下把它放到盘子里面去。那虾子来讲的话，它在年节里面会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它会是代表长寿的意思。另外一个主菜意式水煮鱼，把它换了雪里红在里面，也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个食物是哪一种酒？最后面我是偷偷放了茴香酒，它会带出另外一个香气。最后一道金玉满堂的南瓜浓汤，我的常年菜其实只是用盐巴抓腌过，然后再跟炭炒的小卷稍微拌一下，吸附一点海味。走红的部分呢，我个人觉得我很喜欢你的前菜，香气还有它的口感的拿捏非常非常的完美，所以我觉得你在第一道菜有勾起我想吃下一道菜的那个欲望。我觉得你的鱼的处理是很好，就是你先煎然后再去烤嘛，对不对？然后上面铺了一些蔬菜，让它的酸的元素去软化鱼质，所以让它的鱼肉是非常绵密的。有一个小缺点就是你的白酒的选择，或者是你白酒用的时机可能要再早一点，我觉得你的白酒没有跟那个酱汁完全融合在一起。你们都是真的超级厉害，而且是一直都吃你们的西餐嘛，嗯，对，然后今天又是变成就是年夜饭，嗯，年菜，有点像桌球选手的我突然让我打网球参加比赛的感觉，哦，所以真的是很佩服你们。对，然后手红的部分的话，那个鸡肉是很好吃，我很喜欢那个口感，因为里面有软骨嘛。我很期待那个虾子跟那个炒那个冬粉的部分，然后我也本身很爱吃辣嘛，但是今天你做的还是偏太刺激了。如果是那个冬粉变成细的，然后再中式一点的话，我觉得是更完美。好，手红这边我给的总体的感受是不错的，我唯独被对你那个鱼哦，你那鱼实在我觉得不够吸引人。辣是稍微强烈一点，但喜欢吃辣的我相信一定很爽。那最感动的应该还是那个汤，那个汤我喝得很爽，所以我给的分数很高。因为在这个整个过程我看到你们不断的在品尝你的食物，所以我觉得这个严谨的态度是非常非常的好。手红，我想第一道菜这个干贝薄片，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吃，我觉得这个处理的非常好。我觉得今天你在加入了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南洋的元素，我觉得也蛮好的，包括像这个辣椒虾，辣椒虾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吃辣，所以吃的其实还蛮过瘾的哈。然后最后那个汤也很好，因为这个你在处理这个透抽的那个熟度也是刚刚好，我觉得很不错。我先讲一下手红的这个套餐，我吃的就是很可以吃出来手红的是什么个性，嗯，因为我觉得手红不管是哪一道菜做出来很酷有 style 的这种感觉，但是是没有距离的，连那个前菜或是鸡做的丸子上面的点缀的东西，就是有一种 style 设计过的，我觉得非常好。整体来讲是有做过检讨你要为什么要做哪一些菜，但是我觉得连结是对我来讲会有一点点就是太距离是扩散一点点。在这边要公布第一届料理之王的总冠军，总冠军是恭喜手红，恭喜手红，请发表得奖感言。谢谢各位老师跟现场的工作人员，还有各位选手们。其实，我不知道哎，其实今天这道年菜，其实我就像一个在外面
旅游回来的厨师，然后这里是一个家，那我想要把这些年菜做给在座每天陪我们一起录影的时候一起看天亮的各位伙伴们。对，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是我喜欢的味道，这也是我所学习到的东西，谢谢大家。谢谢沈宏，在这边要特别恭喜你。